哇，那你赚多少个饭了、啊？今天？今天两百三。两百多个饭了、啊，新脚啊。哇，这个，哇，早知道早点过来看你们怎么做的。每天都有那么多啊，每天都很多啊，是在你。对啊，你上班的应该几点钟来啊？六点钟你来的，已经都有东西抓了。OK 哦，不是要煮的时候更好。煮的时候啊，五点钟。五点钟。五点半啦、啊，五点半六点钟你来啊。哇，饭了好多。哎呀，还没熟是吗？哎呀，熟了吧？做的饭不熟怎么办？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鱼蛋很好哦。是啊，我刚刚还说，我说今天你过来的话有鱼蛋吃。哎，今天吃素啊、哦？那好了，走了，下次早点过来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